则林心如、巴沙慈善业没有捐款，反倒借慈善为友商做宣传，十足的蹭热点。对于网友的指责，林心如终于坐不住了。林心如发长文：“你们骂够了吗？”并针对近日事件做出解释。对于网友的微博评论，林心如更是主动关闭微博评论。针对霍建华携妻子林心如现身机场手指镜头组拍摄一事，林心如更是生气了，在微博表示：“如果连指一下都不行，那不顾隐私肆意拍摄，不是变相受到保护了吗？这对明星一点都不公平吧。”另外他还表示，陈年往事被断章取义，被曲解扑面而来，诋毁一个人不费吹灰之力，如果 diss 一个人让你们接的活够劲，请你们尽兴，我不奉陪。对此有网友指责林心如太好明，不仅可以淡定谈起那场受伤经历，还表示再拍爆破戏也不会排斥。如果以后还有爆破戏的话，我相对来说肯定是有经验了啊，我肯定要这个要试好几遍可能才会上啊，这个确定真的是安全了我才会上啊。如今的俞灏明不仅走出了心理阴影，还在那年花开月正圆里表现出彩，成功演出了超级大反派杜老板。听到网友称杜老板为人形绞肉机，俞灏明仿佛很满意这个外号，但是当他听到网友们猜测杜老板是太监时，瞬间炸了毛。谁说杜老板就一定是公公了？谁说的？不是现在戏里面没有说杜老板是公公啊，只是我演出来的那种感觉就像一个戏迷，对吧？哎，身上有那种范儿。